各位同学，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志，众将官，大家午安，大家好。即期的法律电招啊，过到最后的七点钟久啊，七点钟久呢我要甲各位讲一寡咱台湾民政府的这整个的程序。因为2006年10月24日，咱开始控告美国以后，到2009年4月7日最高高等法院宣判了后呢，咱马上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的国务院代表美国总统宣布，在2009年8月7日宣布讲放弃抗辩权。因为有真侪台湾人唔知讲啥物叫做放弃抗辩权。事实上，因为台湾的司法，讲台湾司法是唔对的，应该讲中华民国的司法，无这个所谓的放弃抗辩权。所谓放弃抗辩权，就是被告伊承认讲原告你讲的拢讲对。因为自从第一法院12摆的攻防，高等法院10摆的攻防，佮加上辩论，他们讲。美国的国务院足清楚讲，咱台湾民政府已经拢总了解，所以根据有关的人员含咱讲，伊讲伊若果甲咱编落去，台湾的真相会走出来，所以因甘愿放弃抗辩，同时呢，又法院甲咱讲，讲暂时停止审理 ，deny 就是毋是。reject 呢？另外是讲暂时无要先说心理，因为经过协商，甲咱问好，我尽快要交予你台湾民政府啊，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唔是像亲像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讲，哦，你拢准备好啊？因所谓的准备好，迄套。其实是中国的政权的延续，是流亡政府的延续。咱台湾民政府要接这个政权，所要做的是绝对要将以前中国的那套所谓的红包文化、所谓的欺骗文化，我们要全部把它终止，要重新开始。而且重新开始，上好的一个例就是对的，明治维新。你也想看卖啊？阿州的人，从以前到即马为止啊，真真正正到民主国家无呢？有真侪拢是为殖民地，然后转变为表面上的民主国家，其实没有一个是真真正正的民主国家。因为拄啊开始的时阵，遐人民拢伫学殖民者、殖民者。迄套是啥？就是榨取、欺压老百姓。所有亚洲地区拢总是殖民地，对，一个毋是殖民地，敢若一个毋是殖民地，就是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有天皇，日本伫2000-3000年内底，从来没有人说我要推翻日本天皇。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伊这个天皇的制度仍然维持在亚洲地区。你甲认真甲想，无一个国家是真真正正的民主国家，大家都是被殖民地的人民有一套殖民者的一套，所以拢是变成独裁。菲律宾马可斯独裁，几乎全部呢。东南亚遐国家同款啊，所以呢，咱台湾68年来受中国国民党诶欺骗教育，因创造假历史，创造因适合因迄套诶历史，所以咱诶所有诶人伫即块土地顶悬所读到诶物件，拢是前后矛盾。啊，各位
因为来受过初级班甲高级班，受过咱的电招，这无表面上，我跟他讲表面上，美国跟你认定讲，这等人有国际观的法律观，他可以放心的将政权、将管辖权来交还给咱台湾民政府。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即我每一摆上课，一头一个课定来用的，用到即马为止，要搁咧用，照常搁有效。大家目睭起起好无？卖看别人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一个手，唔对一个手，然后就办，安尼讲通过啊。那你讲通过？本秀考试第一摆考试，是非选择第一条，就是讲依照国际法律，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考虑到第一半的拢打圈呢，一半呢打圈呢。你头先说，我头你讲的时候，你嘛下面就打圈对不对？是安那，因为头前一段丢啊。但后边唔对啊，所以咱的军校考试就是甲各位考者。咱当年在这两年来，你甲谈判的时阵，咱有答应美国两个代志。第一，我甲保证，台湾人民永远袂惊上共产国家的制度。第二，台湾绝对袂宣布独立，因为阮知影。台湾这个土地，要阁是日本天皇伊的土地，这就像马关条约，日本天皇得到大清皇帝将台湾片哦，永远挂乎伊，到即马为止，这个经营并无改变，所以国际法啊，未改变，国际法嘛一直会坚持。最近苏联伫这个乌克兰啊。迄、那个克里米亚的所在呢？伊讲伊公道，这克里米亚这个所在是赫鲁雪夫当时用行政命令交予乌克兰，讲恁个独立，恁就独立。啊，独立以后，伊这两个所在是合并，但是今日苏联，普丁总统伊要进军克里米亚。啊！而且甲鼓动克里米亚公投，有个人会烦恼。然后克里米亚公投通过，讲要并入苏联，变成苏联的一部分的领土。来，这个说，这个代志根本不符合国际法。所谓欧洲、欧盟，包括美国，大家拢总反对，大家拢个宣布讲，伊迄个公投无效。所以你免烦恼，因为有一天。中国开始大量的人口入来台湾，那照统计，即马为止，听讲有2000名诶中国人伫咱台湾啊滞留不走，啊，这讲会造成台湾的维安的问题。但是你买单放心的一点，就是美国从头到尾拢非常的较注意，美国绝对袂放弃台湾，因为。在这个 AIT， 在这个内湖，这个99年，搁在99年的作用内底，你能看出来讲美国它的基本政策。实际上，在今年新年的时阵，那你张文告内底写啊真清楚。奥巴马和胡锦涛讲话以后啊，伊发表的中美共同联合公报内底。胡锦涛为迄当阵开始到今日，再也没有宣布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用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来做说明。习近平嘛，改延续到今日。CIA 伫一年半前，伫海南岛宣布，你中国若要讲话，你要有足够的实力。啊，若无，你拢爱照国际法，足够的实力。我讲一个例，马来西亚航空差不多8天前，
失踪去。啊，有个人讲伊落落海底，七八个国家拢派船去甲找，找几波，中国就计较宣布，伊宣布啥？我的人造卫星已经啊翕到迄个船的迄个门，伊就伫迄个所在，戆推个越南啊，马上派七八只军舰去伊找。各位，找有无？找无。其实发生代志以后的三天，咱的课我都讲啊真清楚。迄只马来西亚的航空的迄只飞机，是毋是真真正正失事？拢免相骗，会记得淡水边迄两粒星子无？台湾乱个密密麻麻，政治已经两位差不多要失控啊！李清峰出来讲，伊要组织小组，啊，煞有其事讲，哦，有阿扁家己自导自演呐、啊，家己摕星子家己抹落去，安尼就受伤个啦。美国渔船将伊个卫星个照片调出来。交互因看，从迄个时阵开始，所有国民党拢只点去。所以伫马来西亚航空即个三天内底，咱拄啊有去，我都已经讲啊。我你来看，美国一定会急点点，甲伊挡袂牢的时阵，伊就出来讲，叫这架飞机，恁所看的报纸内底，我请教各位第一。您认为这架飞机已经载落去驾手？两个俩，真俩假？啊，无载落去驾手？哈？哦，答案出来哦。三年前啊，唔，三发生代志的三天，我就宣布啊。美国拢见念念伊啊，伊等即个中国去互伊闹去，什么人造卫星翕到，未输敢若中国人造卫星足厉害。美国坦白讲，伊即摆武力啊，尤其科技啊，中国也好，不管世界对一个国家啦，含伊上少相差50年。美国老早啦，咱迄架飞机是恐怖分子甲伊劫持去。印度边啊，一个小岛。我讲哦，差不多三天，我的预测啦吼，过三天，哦，已经有啊嘛。15号礼拜日，我四天前就宣布呢。我今天宣布讲被劫持，4天前美国就讲啊被劫持，啊美国拢不爱讲，谁人讲不爱讲？因为伊不爱和马来西亚想过来闹开。但是美国以前感觉讲吼，哈，咱你嘛拜托，一个国家，啊，你迄话安尼讲一大堆，安尼，嗯，真侪物件拢袂晓判读。这可能啥物人劫持，驾驶员才劫持。驾驶员飞一点钟久以后啊，开始左转，左转你要过右转。美国伊个人造卫星啊，老早甲翕甲清清楚楚，翕伫一个嘛知影，美国其实已经有出动。海军陆战队啊，迄架飞机伊若无甲伊炸掉啊，我看袂当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迄人员伊一定要保证伊安全。伊个恐怖分子真巧，用这个波音，诶，这个飞机777的飞机啊，当作飞弹。我是感觉讲伊这边要炸的啥？炸航空母舰。美国即马轻轻才能出动航空母舰啊，宾拉登是去炸迄两个国际贸易大楼，但这架飞机啊，真有可能，互恁叫是讲已经了。啊，咱你也看咱媒体，你看咱现主席，伫台湾的代表中华民国遐媒体，吼、哦，讲得头头是道呢。飞机若落落，啊，就已经全拢好势好势撞落去，啊，拢人拢爬袂出来有无？啊，大家看较清清楚。我刚才就讲过，台湾不是政府在给你通知，是媒体在给你通知的。啊，咱台湾人民嘛，你较相信媒体啦。咱四天前上课，我都已经讲啊，这件代志，美国超一礼拜内会发表。
啊，果然啊，伫昨天啊，啊，伊这个消息是美国给伊的，啊，无马来西亚是唔知要哪处理这个代志。所以我要讲的这个代志就是讲吼，咱台湾民众所有的人，你要坚持法律，以美国有甲咱头讲，你只要坚持法律，你就是剩一百个，我嘛支持你。所以，咱伫这个家这个上课，咱拢照进度伫进行。我已经话讲伊讲过啊，咱的法理点招以后，甲目即期就我十二梯次最后一个梯次的法理点招。受过国际班、初级班，唔是讲你安尼马上取得资格，你要法理点招。法理点招呢，就是讲。确定讲，确认讲，你还是在台湾民政府里面，因为咱台湾民政府过去美国嘛，甲咱考验呢。四月二五是上届清楚的一个考验。哦，台湾人，台湾民政府为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现主席分出七个组织，啊，大家都想要独立，甚至要利用台湾民政府的名义，去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讲要开记者会，啊，宣布独立，而且啊，迄阵戆人竟然有法度相信讲，伊只要伫记者会宣布独立，安尼台湾就独立啊。这個、头脑唔知安怎想，我是搞不清楚。四月二五，我从来不批评，无要批评这个代志。但今日因为是电召，我互恁小我知。四月二五，其实是四月二一。因伫 LA 开迄个记者会时阵啊，美国就觉得很奇怪，所以美国将资料调转来给我的时阵啊，我就看讲惊一跳。美国一个，迄阵美国是真正是气急败坏。用 Roger， 恁台湾民政府要利用美国的首都宣布台湾独立，有这个代志无？我无安那有，他们讲。迄阵人要出来以前，我都真正完全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四月二一，看到影像，我才知影讲啊，糟糕啦！所以你若注意甲看四月二一开始，咱的中央发表什么埃德美敦书啦，发的最后的通牒啦。所以到四月二五的时阵啊，本来是美国要要求。这十七位全部把他开除，因为记者会你两个开除啊，他们在讲话就没有代表台湾民政府。但是当中他们讲，我唔甘呢。哦，一摆损失十七个同志啊，我于心何忍？我坚持讲不可以，我坚持落尾我是坚持讲，有讲话迄几个处分，啊，处分了后，因看。因要去拜访国务院，国务院迄一天一个人都不出来，所以因起来扑一个空。了后呢，因伫记者会时阵，伫这个 press club 记者俱乐部的迄个会内底啊，有史以来头一摆，有人伫遐开记者会，无半个记者参加，就是四月二五。他当时已经不算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了，伊被宣布台湾独立，就干那迄个记者会了。所以诺贝尔邓海孙，美国嘛有写一个 announce， 写一篇文，要求讲，无你叫恁的团长，迄、那个记者会团长来按照 statement 来宣布。真可惜，他当时前总理。伊伫记者会，伊讲哦，我才不要被美国人砍鼻啊，鼻子被穿着走。罗贝伊当然否认啦，但是事实上啊，你拢唔知啊 ，CIA 伫迄个咱迄个记者会内底斗阵，拢装闭路电，装迄个啥，迄个闭路监视器，同时也全盘录音。所以当美国将录音带放给我听的时候呢，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所以四月二五，你若有注意，
我咧为四月二五，甲一直咱开记者会9月5号啊，这几个月中间啊，我30公斤啊，我吃不住啊，因为我感觉讲哦，我的肩膀担负着4000人的生命安危。与美国迄当阵，咱若无甲处分，美国就要处分台湾民政府。好佳哉，落摆咱的同心，咱的政治局委员长蔡委员长、事务局委员长庄委员长、副委员长纪教授定，咱派32个，这边的阵容非常强大。9月4号，咱去美国，美国替咱办一个酒会。我相信这个酒会你拢有看，有看到迄个酒会，请你举手，全部拢有看。头一摆，正第二摆啦。2011年9月8号，咱有办一摆。2013年诶9月5号，咱阁办一摆。一摆呢，超过上一次。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司法部、国家安全局拢派人来参加，啊，然后嘛是同款，迄个 statement， 其实迄个 statement 不是咱写，是美方所写，咱甲宣布，主席上来宣布，我就松了一口气。这边去的时阵，大家拢知影，大家拢跃跃欲试，去用迄个咱的身份证，台湾民政府迄张身份证。一通无，一通，去关一通，你家己个别去美国买一通，你机场用一张，一张就会使，唔免用你的 passport。国务院、国防部任何机构，一张去拢总一通。讲一个12月20甲20日，咱去靖国神社。去靖国神社的时阵，伊要转来，伫机场。要机场的时阵，因为大家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拢爱收起来去换登机证，啊，无身躯顶拢无护照，啊，有的人东西的身躯顶呢，还佫有日币，啊，要换倒转来，啊，当然去银行，机场的银行要甲讲，啊，要换钱，可不可以？银行讲可以啊，啊，你要有证件啊，啊，我证件都已经摕去换迄个登机证啊，安尼要安怎？啊！你的 ID， 所以伊就用中华民国 ID 贴出来。迄张 ID 会使用无？未用诶！你日本人甲你笑啊！这张是啥物 ID？ 这全世界无人相信的物件嘛？用等下，我还阁一张，都摕咱一张台湾政府的 ID。迄张也贴出来，会用诶无？会用诶！我相信咱在座，我唔知恁在座有迄张有去参加无？因为罗贝亚知影有去的时阵哦，哇，10几个人烧钱啊，用迄张去换钱啊，去换钱，不是讲摕迄张会当换钱，摕迄张来做证明换钱啊。哇，你若听清楚呢，啊不怎啊等于讲，哎，秘书长讲吼，迄张会当换钱，要摕换钱，你会讲笑？我跟你讲，哎，迄张你有参加，请你举手。日本去摕，哦，啊，真好，啊，真好。实实在在的证人伫遮，咱有32个人，你听我甲问看有影？哦，毋是啥啦，150个，去日本有150个。啊，美国32个，足趣味，搁一个代志，就是咱咧坐飞机啊，坐到这个，亚特兰大的时阵啊，要转飞机啊，哇，一个到亚特兰大排队，哇嗨啦，迄机场500-600个人啦、啊。排队排有够长啦，啊，袂安怎？迄当阵我夫人啊，上前去甲海关讲，伊讲我们是台湾民政府，我们要在美国华盛顿 DC 办酒会，我们要邀请你们美国政府官方来参加。不能海关甲问讲啊，你们要办酒会？啊，你们是中国人吗？他说 ：“No， 我们是 TCG 台湾民政府的人，按照邀请函，我们是邀请你美国人来参加。
我们要求要以公务门来通关，你是白族人嘛？啊，有通不？通不？通。所以那五六百个目睭金金看咱，安尼马上甲通过，也你免拍手哟。啊，你真足趣味啊！你呐，欢喜的代志唔爱拍手，因为那做换你的时候，你嘛足欢喜啊！哎，五六百个爱排队排一两点钟久呢，对不对？啊，去搞票了哈，以公务门啊，和咱的，因为咱有分做两个团啊，和咱另外一团啊来通过，啊，所以伫DC 碰面的时阵呐，哦，咱这团都甲另外一团臭屁啊呢，阮惊公务门呢，所以后尾要转来的时阵哦，大家就讲，哎，我们来做公务门。但是要回来都不用做公务员，回来就直接当电机，所以没有机会。后摆咱过去还有机会，你免烦恼。你即马还阁无摕到咱台湾民进党迄张身份证，请你举手，有无？未有啊？啊，你拢后摆拢无资格，我先甲你讲。啊？啊，未摕到啊？好好好好好。这个礼拜会拿到，已经寄来。这个礼拜会拿到。我跟各位讲吼，你无迄张身份证啊，我们台湾民政府将你当作中国人看待。你无得证明讲你是台湾人，你一定要迄张身份证。啊，即摆嘛，台湾嘛足侪独派吼，有咱呢，上无四个独派，有咱呐发行身份证。后一张100块，啊，一张300块，啊，免钱的，啊，而且很可惜，哦，还帮照相，啊，真可惜，咱的啊，爱钱，啥爱钱？因为咱迄不是咱做的啊，不是讲伫台湾印的，咱都爱千里迢迢照伊规定填表，啊，证件去迄个户政事务所去摕你的迄个户籍誊本。啊，都经历了，没有问题了，我们才把这一套资料哎送到美国去，足艰苦的呢。啊，所以哎需要一些经费，美国嘛甚至为着要给咱印这个身份证，他们还设立公司。迄晶片的物件本来要开足侪钱，那一旦咱的本身的力量，我们没有无够力。也不可能，所以伊这个含迄个中华民国迄本护照，顶管的晶片，坦白讲，是同样由美国国安局所制定、所有委托的公司制作。中华民国迄本护照是创1300块，对不对？咱的才1000块尔呢，所以咱迄本。咱的身份证，还佫有防伪措施，恁若摕到，恁家己佮注意佮看，防伪做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咱甲各位讲足几届，啊，外口嘛有谣言佮你讲，迄是台湾做的啦，迄是秘书长因家的楼卡的印刷厂做的啦。恁也感觉真好笑，但是真济台湾人戆戆呢，竟然会相信呢？咱就一个同事住伫台南，都有人甲伊讲这个代志，伊就足受气，伊就甲伊讲：安尼，我虽然领100万出来，啊，你嘛领100万，你即马随带我来看迄间公司伫倒，啊，若真正伫台湾做，这100万变你的；啊，若无影的时阵，这100万我要摕。对方惊着啊，对方就随惊着啊，因为我是听伊讲。啊！无你听啥物人讲，咱来找迄个听伊讲，迄个人讲的。各位，台湾就是这种的。台湾有真济啊，拢信口开河。这是敢若是国民党咧甲你讲，台湾讲好个，其实你无深层去想看卖啊。台湾建树边会讲好，建树绝对无讲好嘛。
所以即马现主席中华民国的教科书小学生光复节已经取消了。这表示啥？美国伊嘛开始知影，也中华民国开始知影，是这个代志。中华民国实际上为即马开始准备要撤退台湾，啊，要撤退台湾呀！哦，伊要走一道，两个所在要哪走？金门妈祖，啊，搁一个所在，就是平潭。咱讲几啊摆啊，咱几啊，差不多一年半前，咱就讲啊。迄当阵你讲的时阵，大家嘛感觉讲够有可能。各位，每一摆，那一只上课，我所讲的每一个代志都会发生，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无一个代志，我直接讲而不发生的，因为美国也在帮我们，要建立台湾民主发言的威力威信。所以到今日为止，例如2011年12月30日，咱讲马英九赢80万票，咱的动心他没讲啦，我估计啦，他90%。都不相信了，但是我来问讲，你们相信吗？他们说我们相信。啊，你唔通去投票，好，好会举手，拢举手。爱巴肚疼，啊嘛照常巴肚疼，无要紧。台湾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今日咱这个点招，就是要甲各位再一摆甲你讲，坚持法理是咱台湾民政府唯一的武器，咱唔免用革命的。咱唔免提刀，唔免提枪去甲伊拼命，咱干那一条命尔尔，那无去就无去呢。但是，咱用法律，这个法律是比得上啊，千军万马，啥物人都无法甲你挡，无法多甲你挡。到即马为止，咱台湾民众所做诶，讲一个简单的车牌，有车牌请你举手。真济啊啦吼！啊，这车牌，你已经摕这个车牌，甲登记，甲即马差不多得要一年啊啦。你有去予中华民国警察甲你开一张红单无？若有诶，请你举手。拢无呢？啊，无诶举手，无去予开单举手。哪样？拢无呢？甚至中华民国的车，咱用迄个行车记录器啊。放给我看，啊，不是只一个过来的。有一次，说在台中啊，开车的时候啊，两三个警察给砸下来，马上打电话，秘书长，我跟你说，我开半年啊，头一次警察给他砸下来呢，我砸来要创啥？我不知道，我现在要问看看啊。给砸下来，原来他说啥？那警察啊，为了要看那个红牌啦。啊，甲伊讲吼，迄录音带拢有听嘛？借我们看一看，传说中的红牌不能开单子，我们头一次见识到。刷入去我甲伊讲，那唔敢一个尔，贵海拢安尼。你回去跟你们中央讲，伊嘛知道中央的规定呢。你跟你们中央讲，把白牌啊挂在上面，红牌挂在下面，好不好？当然不好啊。你不要搞错呢，咱为主呢。啊，有人讲，啊，不是讲保险暂时，那迄个保险做好的时候，迄白牌就要拔掉啊。我讲有这个代志，就是因为美国的保险公司已经答应要给咱保险，但美国爱甲伊中央要协商啊。伊即摆会当给咱动就动这个代志，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协商还没有成果，伊可能伫要求美国要要求中华民国，伊即要要求加入迄、那个TPP 啊。所以呢，即种是用政治上要跟你角力。啊，你免烦恼，即时间啊，很快就会到。啊，咱台湾人足奇怪，一日我安尼宣布哦，我差不多两三礼拜前宣布了啊，迄红牌开始抢市啊。即摆无半地啊！啊，上台呢，各州拢要有几地，即摆讲无半地。啊，所以我咧甲各位讲哦，甚至即摆起价呢，
这一千个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再印？基本上我们不想印了。那一千个是用白金做的呢，那是足重的呢。我想你若有的，你拢知影，那是要当作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的永远纪念牌。好拜，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给你一种免税的优待。阿弥陀佛，莫。哎，有诶无拍破，我较注意，因为伊无买着。其实，我知影买无，当然嘛无买无啊，啊就一千块尔，做一千一千块尔。你今日受这个法理典章，这是受过高级班以后，你一定要做的一个动作。明仔载就是政治局甲事务局的法理典章，迄就是职业典章啦。因为咱有郡守这个职业，还有政治局甲这个事务局这两个职业的典章，就是讲后摆政治局甲事务局参加过典章的，中央被任命内阁的时阵，一定要从这里面去挑人。州政府要任命内阁的时候，也要从这里去挑人。未使讲你刚受一个高级班，安尼就给你点招，让你来做内阁，不可以。啊，但是因为各位州迄、那个迄坐坐车安尼来啊，真忝，所以咱这边敢那为咱这几年俩，你都今日有来滴坐啊。啊，明仔载你要参加政治局甲事务局呢，我们提前愿意让你点招。就是你伫楼卡，迄表甜甜的，天气好啊，安尼算讲你有点招过啊，安好唔好？这是敢那这个第十二梯次才会使。这个政治局这个梯次以后呢，伫3月25号，我们在高雄的福华饭店或者是国宾饭店，我们会举办一个扩大联合会议。那个会议就是请来那个相片给大家看一下，但是那个做首页，您早起有看到吗？哈，有啊，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啊，宜兰州好一款。好，来，对，我们呢在高雄州的政治局跟事务局啊，跟副州长、州长跟我们中央会在福华饭店举办一样的一个大会，这是被确定啊。那但是我们这个时间会从7点到10点，我们不供应晚餐，只有供应茶水。啊，伫福华是有供应咖啡，但咱顶回伫福华的时阵啊，你知咱所有人拢穿制服。啊，坐个滴滴滴，帽子放得很整齐，啊，大家拢坐着腰杆啊打直。福华饭店的服务生啊，唔敢几摆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阵仗啊。因为想想开会刷了，我奇怪，啊那无加币，啊服务生伫外口，有啊，伫外口，我都唔敢入去甲恁停。伊讲哦，我们不晓得你们是什么组织啊。咱政府啊，我唔是乌道，你放心。一讲到乌道，我讲一个趣味的，让恁听。咱2008年，唔是2011年的11月6号，台湾民政府头一次内阁会议含参议员会议的时阵啊，美国国务院有派人来参加，迄摆来参加呢，有甲咱偷录影。啊，你将伊录影放伫啥物所在？毋是用录影甲你录影呢？伊个徽章，他的徽章啊，有录影的设备，甲咱拢总录起来，全程拢录起来。录了啊，因摕登去美国放，啊放了有甲我讲，伊讲因美国所有的这个台湾这小组拢伫遐看。看看有得到一个结论，奇怪，
您台湾民政府这些人看起来都很温柔，一点都不像革命家。不用想啦，我们都要这样，脸上有横肉才可以。我们是法理革命呢，我们都是读书啊，我用法律一项就好啊，我不用拿刀跟你拼啊。这是我一个笑话，讲给各位听。其实我有跟各位说的，差不多在一个多，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点时间啊，美国的 CIA 单位啊，有派七个人来给我们拜访。拜访的时候，那七个人美国人，啊，坐面，面就是厢型车，啊，叫司机赛。司机赛呢，在我们的门口给我们动起来。我们当时动的，我不说他的神啊，给他动起来。啊，甲讲，因为叫司机去跟咱交涉嘛，咱所谓甲讲证件，你们要拿证件来换啊。恁今日礼拜有交我证件有无？有哈，啊，这是对的哦。用证件，啊，司机拿我上面证件，什么证件？健保卡。嗨啦，没有健保卡呢。啊，伊讲哦，我们没有啊，我们要见你们老板。伊是讲美国人伫后边嘛。足清的嘛，真好。咱所谓甲讲，老板不在，哎，讲我们要跟你们这里的负责人呐、啊，我们这里没有人负责。啊，就甲咱所谓冤家的，啊，就冤出来是哦，遐老美底下挡袂掉啊，探头起来讲哦，好了好了好了，他就不让我们进，我们走了啦，我们这错了，讲因的唔对啦，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跟人家约好。真好呢，啊！然后因就回去。像两三礼拜前，我阁甲因见面的时阵啊，因甲我讲，讲这段代志。哎，咱的所谓嘛无甲我讲呢，害我因甲我讲的时阵，害我吼，我唔知要怎个回答呢。啊，我嘛在要高兴还是生气呢？那即摆，差不多十天以前，十天以前，美国国务院。用亚太地区、亚太太平洋什么政治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就可以给咱通知，我们要派四位美国人跟你们见面，这摆伊给你通知啊啦。啊，这么这样给咱通知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因无定讲要去各州嘛，所以咱为各州就开始办这个会，啊，让大人知影讲，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会，爱照规矩。因为咱即摆要阁算啥？要算军管。因为国民党的教育真好，那这点又甲咱教了有着。军政过来啥？训政，然后宪政。我们现在美国军事政府还在占领之中，所以我们是属于军政时期。所以军政时期没有投票。你唔通叫伊讲没有投票，表示不民主。你不相信我问你看，你要讲两当老实话，你一世人投票的时阵，捌摕到人甲你买票的钱的，请你举手。有举较悬的，大家唔知看有对无？啊，手放来，你有看无？这种的叫做民主吗？这个叫民主吗？所以我甲美国讲，台湾人现在还没有资格投票。台湾人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这种跟他美苏亲求殖民地的人民，都多执掌接掌政权的时候，在殖民地的人也去换，也去看啥，看人的人迄个殖民者，伊的什么独裁啦，拢会有歹，无有好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的再教育以后。和台湾人会感觉讲，我去摕钱，人来甲买票，是一种羞耻。我们的人格不是就只有拿那个几百块、说几千块，甚至于几万块，啊，就甲登落去。到迄个时阵，台湾人才有资格讲来民主来选举。到迄个时阵，台湾人才会开始讲，不会因为人情世故来投票。
而是要因为我们人民，因为百姓的这个思维，为百姓来设想的事情来投票。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都会同意我的话了。在这个先决条件下，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有很好的工作。每一个人不是跟他各位做官而已，那老百姓生活也要很好，老百姓都有厝给他住，而且这个职业都有保障。到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才来所谓的民主选举，你说好不好？当然这个相反的一面不常向攻击说独裁，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独裁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3月25号我们要在高雄地区举办中央跟地方的政治局事务局的联合扩大会议，收委人政治局跟事务局人有接到通知的才可以参加，你没有被点招的你就不能参加。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只有我们这次你们可以等一下去填表，动作你已经参加点招，对政治局跟事务局啊。所以你现在等于说你都有两本册，我现在看了你有两本册就已经有去点招了，这两本册没让你回去放在你的书桌顶端呢。来，凭着良心，这两本册提上来，你会去认真看看，请你举手。啊，你未看看的举手。我应该问这个才对啦。拢没看对不对？你若骗我，你会巴肚疼。我先来讲，这摆吼，爱甲天报告吼，爱欠两杯啦。你要做官员，你不爱看册。世间无迄款好诶代志啦，一定要看呐！我甲各位讲，毋是讲即两本尔呢，拢总有五本，还有一个第三册、甲第四册、第五册，我暂时伫咱的官网啊，要公布到450篇、451到600篇，即个内底啊，就是咱的后摆我们执政的白皮书，很多的计划写在里面。现在不想公开的那么早，但现在我所知道是今天的 网络是跟431篇，喂，一天一篇呢，以前是一天两篇，一天三篇呢，你们有每一次都看有对的，请你举手。我也看完，看完就好，只有这样，五六个人而已，只有五六个人啊，就两三个小时太少了，我下都不拿两三个小时，啊，你两三个小时就能够把我看完，不要简单呢，欸，我是拼命呢，我不敢过一篇呢，我是拼着老命的下呢，你看是不是所有咱这套非常完整？咱伫全世界来讲，连美国国防部的智库拢派每一摆拢派三个将咱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有很多国家也是将我们的文章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他们觉得说我们台湾民政府这阵你研究法律的最没有100个以上，他们说的，他们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已经研究战争法跟这个国际法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很有专长，所以我很有把握，各位，台湾一定成功啦。当时中国绝对无法度摕台湾啦，甚至我刚看这个中国的网军呐，咱即马伫咱咱前阵的上课，即款上课差不多拢有固定，差不多每一班咱也上课。像30万人人次啊，出来看，普通时差不多有8万、9万，甚至10万。这边郡守的法理的扩大会议，人变成16万、17万，
尤其美国，我看三四倍，不甲普通鱼比起来。所以各位，你一定要不要小看自己。法理的坚持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做的。啊，你讲要法理的坚持，你若无看册，我甲各位讲，你绝对无法度，你讲袂出来。上好的办法来参加军校的考试。4月5号，我们的第六次郡守考试，很简单的题目，是非题80题，选择题120题，啊，有简单不？连申论题都没有呢，填充也没有呢，干啥打圈打叉啊？1、2、3、4，安尼念呢？安尼有简单不？请有诶举手。好，恁举手拢来加考，我甲你讲。即马先考一本《新台湾论》，因为这两本呢，新的我即马也无要甲你考，先考《新台湾论》就好。我甲你讲，你若无通啊，其实坦白讲，头一摆你考试134个来考，头一摆呢70分做标准，考掉27个，134个考掉27个尔咧。啊，27个考了后呢，大家排队去买《新台湾论》，我讲哎，已经考完了，你买《新台湾论》，啊，我都啊，那本我送给别人，你相信吗？没有买，没有买啦，对啦，啊，无买，想讲伊安尼考得一点过，无遐简单啦，真的啦，134个考掉27个，第二摆98个，考掉25个，然后哦。第三摆呢？第三摆啊，一码是100多啊，126了，拢超扣掉20几个。干啦，这个第五摆，第四摆204个，204个人，啊嘛是赶快，嘛是掉20几个。啊，第五摆呢，嘛120几个，126个来扣，但这摆较济人，因为。那考4摆以上的拢有加分，加6分尔尔，加6分呢，但是因为有5个人加分啊，就到达分数。特别鼓励咱各位啊，滚手考到后摆有一张小小的那个及格证书。全台湾分做50个郡，50个郡。每一个郡有3个到4个郡守，过几个月以后，我们会按照郡守的表现，甲选做正的郡守，甲副的郡守。郡守有人事权，有财政权，后摆国家的经费直接拨给他。我鼓励咱各位来考郡守。4月5号就要来考啊！有想要参加，请你举手。安尼尔尔，才无志气了吗？啊，考看讲你读偌济嘛，敢唔好？来考看卖啊啦，很简单啦。但是我甲各位先讲哦，考试的时阵会记哩，选择题先写，是非题较慢写，因为是非题啊。你会浪费足侪时间呢？安那讲浪费足侪时间？你第一摆甲看过，对；佮看第二摆，唔对；佮看第三摆，佮对。啊，你就安吼，当你迄笔仔吐来吐去，吐到尾你唔知要对啊唔对咧？这部选择题先写，先写了120题嘛。啊，会晓的先甲写出来。啊，我讲哦，啊，你那考那个英文考的那么多，在座拢读过英文，干不是？啊，你要做台湾的国际地位，你唔捌英语那会使？那个英语拢足简单的啦。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敢看无？看有无？一字一字看，足简单，甲别人看无？这咱台湾人啊。真害的所在，含遐国际化的博士啊，其实你唔通看遐国际化的博士拢共款啦。
什么叫千日太白都搞不清楚的。即马各位，千日太白，恁知影意思无？知影无？是中华台北的家手，啊，中国台北的家手。嗨啦，你讲是中国台北，你上过课啊？我讲你贵拢啊落地。中国台北，中华台北都不对啦。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喂，用笑呢？你拢毕业完呢？他多一个月吼，啊，给翕起来，全部重修。所以我跟你讲吼，法律的物件真正爱看册啦。啊，你若无看册吼，你真正搞不清楚啦。啊，所以我会记得3月25号，啊，咱即摆诶郡守伫迄个17号礼拜一吼，伫台北的福华饭店要开。啊，这俩做新店的啊，做滚秀呢，伫桃园，唔知最近大饭店，我即摆还搞不清楚。啊，3月25号礼拜二是伫高雄，唔是福华，就是国宾，要开这个啊做政治局、甲事务局，中央的政治局、甲地方的事务局，诶，迄个扩大会议。啊，26号要伫台南的大义励志。饭店开啊，政治局跟事务局的扩大会议，27号在台中啊，这边吼、哦、台中要经济较好的饭店，因为上一次去挑的时候订了收满呐，啊煞无位，咱这边呢要先来订，那不是伫长荣，啊嘛有可能是经典，啊我们会挑一所哈啊较好的所在来开会，喜欢来较好的所在，因为我要让大家人参加的人能感受。咱当面和美国的谈判的时阵的那种气氛，啊，过来就是过过迄礼拜4月1号，礼拜一，礼拜二，就是咱的宜兰州；4月2号，礼拜三，就是台北州；4月4号，就是这个叫做新竹州，要开这个中央和地方政治局、事务局的会议，政治局和事务局。的每一位都是，你别反正我们在网络上会有，所以咱即摆拢有留你的电话，你若过留假，我先跟你讲，你就接无电话，啊不用email， 我们会通知你，而且 email 吼，爱看有啦，有人看无，很奇怪，不要那个简讯的，电话的简讯的，请你举手，看无的，啊看有的举手，哦拢有举手嘛，好扣啊，我用简讯给你通知，啊，你们就要来参加。这边点招啊，他们讲哈，人数会这么多呢？我本来想讲奇怪，啊，那不会想讲点招可能大概50-60个而已呢？啊，我想讲啊，这么多人都漏掉，啊，甚至有人讲哦，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呢。您以前无接到通知的举手，拢有接到吗？拢无接到。恁就是电话打唔对的，啊那无绝对拢接拢有啦，啊那无你爱去问迄个中央办公厅的林处长，甲讲哦，为什么我没有接到？啊、哦，为什么你没有接到电话？这你爱去问。我阁讲一摆，你的电话、手机一定要留给中央办公厅，因为各州也对中央有中央办公，你完好中央办公厅，还给各州的。州长怎样？安尼能够确保我们跟你之间的联系是会通的。过来，特别结束以前，要甲各位报告。今年6月8月，美军要入来，我希望入来的时阵，大家拢将领导的美国旗甲挂出来，啊，甲台湾民进的旗也甲挂出来。美国旗无会举手，啊，你无，较有可能无。美国旗你无受训哦。美国旗都有受训，对不对？啊，你已经挂了，已经垃圾啊，派起举手，拢无咧，看，你看，你以前甲恁讲哦，恁等于要挂无，大家拢讲袂啦，啊，袂唔只送你，对不对？啊，拢无拢敢骗呢，无影无一只呢，啊，其实你若挂出来，美国去甲你翕相啦，啊，你若挂了派起垃圾去，摕转来还免钱啊，一世人拢免钱，安尼够不好吗？那是干那恁叫那权利呢？
咱这边回来的时候，我想你有看到咱的大门有无？即摆大门甲恁来受训的大门有同款无？无，安有即摆有水无？有无？啊，这门牌内底，咱门牌啊，写英语字你有看无？那迄个门牌，咱只拿相片发出来。哦，你有看无？是不是这样？写英语的呢？啊，这特别的所在有一点，你要注意看呢。咱是几号？100号零分呐、啊，100之1啦。内湖100号，金湖路100号，是美国军事指挥中心亚洲的，伊几号？100号，啊，咱偌济？100之1，伊过来就咱呢。啊，有多好哇！老天安排的，所以今日上课要到这个所在要结束，大家要较早。回去，啊，有诶，车班嘛拢用表啊。多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把椅子靠上就可以，不用收到桌子上，请把椅子靠上就可以。谢谢各位同心。